是我准备好的小豆，用烧开的水把这个小豆泡一下。二女儿有点吧，喜欢吃甜食，我给她做个甜的，打上两个鸡蛋，再放了酵母、奶粉，多放一点奶粉，不放糖了，放蜂蜜。保鲜膜盖，这个猪小豆长了几个枣，大枣皮儿把它揭掉，光要这个枣瓤。红豆正喜欢长这个啥，摁一下，把它摁烂。这个红豆枣泥馅儿制好了，拍拍里头空气，露一下，垫一下你的窝，把这豆虾馅儿放里头。再给它第二次醒发，醒发15分钟吧。我把这个盘子放上点油，一个盘里放一个，准备一个蛋黄，把这个蛋黄汁水，放上蛋黄液，一个灯放一个枸杞。撒上的黑芝麻，把它放到容器上。蒸35分钟可以了。还抱着奶瓶子喝的，那一晨真好孩子。好了，掀开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小芋泥出来了，看枣泥馅的，尝好吃吧？嗯。咱净好物件。那个是你妈拧那个花卷，这样里头都有什么馅儿？都有馅儿啊！啊，给父亲一个账来，你俩一个，不凉吧？